年度最佳大满，经典反三叶枫。话说这个小鸭打叶枫啊，打了三场，一共有七次是反三了。这个叶枫啊，厉害！哎，这波五连敢不敢？晕了啊！叶枫八神鬼步连打八神，他的这个成功率哈、啊，起码90%啊，几乎不失误啊，很厉害。一个大跳低，葵花刚好第二段乱动了，跳棋没办法了，要必杀吗？好，有晕点，能不能打晕？还有一下，好，打晕了，厉害啊！开局就是暴击啊，两次打晕，回血之后还满血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，小鸭的大门也是打出了老 K 的操作。这一波战逼呢是捡乱动的，升龙不中，战低头上浮天地反，然后阵法头上浮打康，头上浮雨雷阵，行云流水啊。这种位置只要助词推得好，大门无法近身。看看大门如何来破局。我去，刚好虚晃的时候被跑蓝了，这一下优秀了，得阵了。开头好，还是推中了。千鹤打大门啊，打得好的还是得无智慧哈，他推助词就不会给你这种推波掌还有摸的机会啊，很少。好，跳 CD 放倒来，战逼继续压，老弟，哎，可以，这一波选择了一个后闪身哈，啊，哎，完了，空防完之山。差一个蹲防，好机会。哎，又空防，又蓝之山，无奈呀，厉害呀！哈，好，关注谢谢，不会走丢。